剑就乱世，来吧。徐晃在孙策，在其实要讲的，就大家其实应该都有一些印象了啦，吼，所以我们可能最后一集讲多这一点哦。那我再猜啊，我们要不要先从，就是，好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所以其实光他的城角就好多只了呢。但也可以顺便讲一下之后有可能会跟你们讲到的东西啦，吼。阿周西好，他就这么轻松。好了，一定的。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啊。我现在卡开草矿。所以我也不多去了。OK。这什么毛啦？真假的？资源也不够，我刚才对妈妈那先去了吧，不急啊，不急，去给吧。